哎，老师，哎，你刚刚问我啊，陈毅哥，对，就是我刚刚听到一半，就是说问我什么想跟我粉丝说的话，对吧？对，我的粉丝都老朋友了，都果果们嘛，但是跟他们说的话，其实一直以来都真的没有变过。就是首先呢，这马上要快要开学了啊。啊，快要开学了。对，读书的就好好读书，就跟他们说了，先照顾好自己，那个，还有那个父母，身边的朋友，那个一如既往的坚持自己的梦想。就是这个过程当中，肯定有很多的困难、迷茫，也不要轻易的去放弃。嗯，我希望他们越来越好，因为我们都是双向的，因为我跟他们说的话一直就没变过。嗯，他们都知道。一直没有变过，是一直满怀着初心，像你的粉丝朋友们也是满怀着初心。小红书。